就成功了。虽然水晶有那条讨厌的项链，你还是打败他了。耶，灵儿太棒了！薛明祖，你们勇敢作战，而且还救了精灵岛学院。啊，你们看，哇，真是没想到！哇，这意思应该是我们成功的在魔杖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了吧？来吧，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等待的一刻。魔杖已经认定我们是他们的主人了，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传奇收藏的世界。仙灵组唤醒仙女，雷儿龙之火山寺，仙灵族，这道就是通往各个世界的睿智之门。如果我的研究没错的话，它掌管所有的知识。